场赛事啊，五班千二米嘅短途赛，但热门显示系二号马嘅铭记心中嘅。随时起步。好，你一开闸嘅时候金饭碗慢啊，咁啊前面快嘅嘛，咁啊内栏位置有迎喜月，中间天地福星，出面黑衫咧仲有神光辉耀啊，第四位出面白鼻箍搭雪明区，中间位置浅蓝衫就卓日星啊，出闸唔快嘅铭记心中咧，沿住内栏进占翻第四、第五位度啦，再后边嘅马啦，咁啊有出闸又系慢咗啦，啡色衫金饭碗啦，咁啊后边嗰五只啦，精益旅程、黄眼罩智能、红眼罩尾衫多多起尾耳、永恒光辉包咗落尾电信大炮嚟噶。好啦，接近对面直路尾600米嘅段柱，前面迎喜越大啦，神光辉耀第二位，内栏第三咧就系呢个铭记心中啊。咁再跟住第四位外边天地福星啦，内栏第五卓日星，第六位白鼻箍仲有搭雪明区，再数后啲嘅马，啡色衫金饭碗，咁后边五只搭有呢只咧就精益旅程啦，多多起啦，尾三智能尾二永恒光辉包尾电信大炮，入正直路迎喜越占先，铭记心中则出列二搭已经系追紧佢噶啦。咁再见到大外档搭雪明区马咁中间金饭碗追，咁再中档位置仲有天地福星嗰啲马，最后百零米迎喜月仲有一个马位优势，金饭碗先过铭记心中直追迎喜月，接近终点金饭碗冲上嚟啦，咁埋边咧就迎喜月，第三名咧就铭记心中入边，出边白鼻箍咧就搭雪明区啊，咁结果呢只金饭碗出闸慢一慢，咁啊沿住内栏咧就一路上翻啲，咁直路上面左穿右插冲过晒，方头嘅迎喜月跑第二，第三名咧。搭雪明区机会似乎高过悭晒位嘅铭记心中、哦，科里士同拍宝先拔头筹啊！呢金饭碗吓、啊、过终点嗰时啊，虽然跳一跳影吓、啊，咁我都冇嘢。迎喜月跑翻第二、第三，系开边嘅搭雪明区，第四就系铭记心中。六三八拍宝先拔头筹，奇普敦呢只迎喜月今日就即亦都控制得好靓啊，步速啊！莫雷拉原来攞位都好硬正啊！临尾独赢有翻19倍啊！呢个金饭碗啊，足之都开到饭啦！好啦，咪翻嚟睇嘅暂定嘅派彩咧，跑第一名就呢只六号马嘅金饭碗啦，竟然喺192.5啊，咁啊位置咧就喺个55.5嘅，跑第二名系3号嘅迎喜月，位置派32蚊，而跑第三咧就系8号嘅搭雪明区，位置派17蚊，连赢位三搭六咧派901蚊，三重彩未有住，单 T 368派2038蚊啊，好啦，三重彩都有啦，六号、三号、八号顺序派14926蚊嘅。位置 Q 三搭六啊，派呢个258蚊啦，六搭八咧派呢个220.5，三搭八咧就派100.05。只系又见翻啲最劲喎吓，呢只金饭碗。左一盘赢3-1啊，咁啊胜咗作为 A3 嘅其他冷门派26.5。正正就系杀咗我哋嗰 A2 边嗰两只啊，三同八都 A2 啊嘛。终于开饭啦！起步系慢一慢嘅，系啊。今晚独赢其实就越慢越冷嘅吓，咁啊睇下系咪真系开到饭啦。嗯，好啦，睇埋呢个四连环啦，派1839蚊，四重彩又点咧？扭歪咗19倍行头啊，派到63653蚊啊！6382嘅组合，睇下巡台影片啦，睇下佢起步慢咗一慢，点解咁醒可以摄到咁快咧吓？冇错啊，十档十一档咧都摄得好噶，见拍宝重一声埋咗去啊！第一同先前嗰啲有时啲发挥狂抢嗰场咧，即系完全系都系拍宝嚟啫嘛，咁但系个发挥完全都唔同嘅。咁啊，见到咩马咧？莫雷拉都摄得好嘅，白鼻箍嗰只咧就搭雪明区啊，稍后咧佢都埋咗去嘅。前边啦，迎喜月拍住神光辉耀啦，入边就搭铭记心中啦，出边就天地福星。呢、这个时候第五位已经系莫雷拉啦，就系搭雪明区入边啊卓日星啦。咁啊，跟住啊金饭碗啦，精益旅程啦，多多起啦，永恒光辉咁厚啊，包尾咧就系电信大炮。算罢啦，永恒光辉啊，即系上次输到咁难睇咧，今次重跑呢个路程，我觉得怪嘅。咁啊，呢度以为嗰只铭记心中都有啲喺手噶，揿住嘅啫。咁骑落去系咁多嘅咧。嗯。呢啲真系冇得讲啊！事，所以临尾猪仔佢都即系回飞回得几多啊？呢个铭记心中个 win，
哇！呢度金饭碗好似康庄大道咁噶吓，隔篱嗰只神光辉要力弱移埋出去，咁佢亦都冇话点样蚀脚，净系上咗嚟嘅啦。大家翻嚟都唔多，我入边撞得几紧要啊！电信大炮，卓日升佢都拉起，都拉 check 得好紧要啊！好啦，复榜完毕噶啦。位置 Q 三搭六系258元，六搭八咧就派呢个220.5，三搭八咧就100.05嘅。左一盘赢三拣一，胜出咗为 A 三嘅其他冷门，派26.5。睇埋呢个四连环啦，2368啦，派1839元。四重彩，六号、三号、八号、二号派63653元。分段23秒85、22秒95都偏慢啲啦，46秒8啦，同埋每段系23秒85嘅啫。总时间就1分10秒65，慢过标准时间1:30。